各位观众，大家好啊！这个我是李长征啊。今天呢，就谈一下这个，一个特殊的采访啊。这个大家知道，这本书我一共面对面啊，这个采访了100个有前世记忆的人啊。这个就是，写成了这本书《平遥再生人》啊。那这个里面呢，同时也采访了一个特殊的案例，就是樱桃季府的执法队长啊，相当于樱桃季府的这个执法这个官员吧。这可能是整个人类历史上啊，第一次以视频的方式啊，这个采访到了这个面对面，是录下了视频啊，采访到了一个灵界的执法官员，还是确实是整个这个轮回研究啊，这个灵异研究啊，这个。这个最大的突破啊，这个很多都是传闻，说樱桃季府怎样，阴间执法怎样，都是传闻啊。这个你传我传你，互相传来传去，缺乏一手的资料啊。这个，但是呢，这一次呢，就是技登山摇的突破啊，就是面对面实现了对樱桃季府灵界的执法官员直接采访啊，这个是极为罕见的。这个丁生活呢，已经给樱桃季府当差30多年了啊。这个他直接，他的井头上司就是当地的一个阎王。这个阎王大家不要觉得受宗教影响，说始建阎王，其实阎王非常多，每个大的乡镇都有一个阎王啊。这个阎王相当于人间的这个镇长啊，这个或者是县长这么个级别。所以中国整个中国大陆一共有数十万个阎王啊，他的井头上司就是阎王，那他是一个这个执法官员，所以呢，他就直接接受这个阎王的指令啊，这个说，就是他平时工作了、生活了，反正突然就来一个命令啊，他就接收到了啊，就说走吧，然后他立刻就躺下啊，这个哪怕在野外干活，他也得立刻找个安全的地方躺下，然后灵魂离开身体，然后呢，他去接收命令，阎王的命令，去抓哪个村哪个这个人什么姓名，然后呢，这个再召集他的部下啊，一般都4到5名部下啊，然后呢，一起呢飞行的方式到指定的村庄去执法啊，所以说他就是个执法官员啊，谈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樱桃季府的内幕啊，所以说那最大的启发呢就是。他破解了人类死亡的这个共同原因啊，这个死亡有各种原因，说有猝死的，说不能解释什么原因啊，医生就随便写一个说心肌梗塞或者说脑充血，其实也没有解剖支持啊，所以呢，这个车祸死亡、意外死亡各种各样的，但是其实绝大多数死亡都可以归结成一个原因，就是时间到了，樱桃季府派了这个使者。派了执法人员去处决你了，你到期了吗？到期必然要死吗？到期了，把你的灵魂带走，你的身体就死了。那死的方式表现为可能生病，病了好久。你看病了好久，多钱不死，厚钱不死，就金钱死。为什么呢？因为金钱阴差到了啊，把你的灵魂带走了，你当然死了。那我们就认为哦，这个人病了好久，病死了。那还有的人呢，没有什么病啊，完全健康啊，是吧？然后突然倒计立刻死亡，是吧？那这些就解释不清了。其实这些就是很明显，如果大家看一下这个书的案例，就会发现很明显被这个樱桃季府的人带走了嘛。你很健康，突然人家从后面执法，一铁锤砸在你的头上，你的灵魂抓走了，你不就倒计死亡了吗？所以说，大家看完这本书呢，这个看了这个灵界这个。执法官员的面对面采访，你也就释然了啊。这个所谓的死亡，就是相当于人，就像演戏一样，人生就是一个大舞台，是吧？剧本写的，你就演到这儿结束，那你就死了啊。所以死亡可以说是人生最不需要担忧的事情啊。他不该死的时候，人家不来抓你，你怎么死得了啊？所以说，这个最不需要担心的死亡，需要担心吗？不需要担心，我们也不需要知道哪一天死，反正到期就走啊，然后再轮回，如此而已。所以说，死亡是最不需要担心的事情。好，那我讲就讲这么多了啊，下面2个多小时，
1秒钟都没有剪辑啊，就是可能这个效果不是那么好啊。真实的东西不是拍电影啊，是吧？拍电影是照剧本反复拍、反复剪辑出来的东西。这个真实的采访有各种干扰啊，这个当事人签署了都不同意采访，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说服。所以说这个我采访的技巧也不是那么强啊，这个所以大家这个可能有很多意见，但是。这个真实的东西就是罕见，全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次对樱桃季府的这个执法官员实现采访啊，所以说大家就凑合一下看吧哈。下面的就是这个节目，大家看。如果大家对这本书有兴趣，可以在 lulu.com 这个搜“平阳再生人”，或者是在 kobo.com 搜“平阳再生人”，有电子版啊，价格都非常便宜。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有兴趣的人订阅啊，我以后呢逐步发布更多的采访视频，这个欢迎评论啊，欢迎交流啊，欢迎点赞，好，谢谢。这别的都能飞飞的，进就来一个。你看，奶奶也来了。好的，然后我们就从头开始哈，你就从头开始讲这个事情。奶奶照个相，奶奶奶奶坐在这儿，等一会儿我给你照个相啊，等一会儿照个相啊，然后我们先讲讲故事，好，这个不要紧，小孩都就录进去了，录进去以后给你们拷个盘啊，拷个光盘，在家里就可以看了，这不下面有机器吗？我寄过来，你们自己就可以看了啊。好的好的，那这个叔叔您叫什么名字呢？我叫啊。我叫丁申和，你拿个凳子坐着啊。丁申和，申是申钱的申吗？哎，对，这个丁，不是这个丁，不是这个丁啊，这个丁呢，这个丁呢。等一下，啊，你来写写写，我能写吗？啊，就是这个丁呢。就是这个丁。嗯，是啊，丁申和，申钱的申是吧？申河的河，河流的河啊，和。和哪个活？生活的活，生活的活，生活。啊，精生活叫什么？这个吗？嗯，精生活还是生活？生啊。生，哎，这对这个是。啊，精生活。哎，那个叔叔您，叔叔，您出生于哎，叔叔您出生于哪一年哪一月？您是那个？我读书啊。啊，您是哪年出生的？我是51年。五一年，1951年是吧？几月几日？八月几日啊？嗯，又安，馒头又安过年了，我又安的了。8月20日，8月20就是出生在这个西腰村是吧？西腰村啊。你那回呀？好，行，好，您开始讲吧，您这个故事从头到尾您讲一讲，您记住的故事都讲一讲，您说，我讲啊。啊，从记一次开始，就是你记一次什么时间，开始就是有人找你去当差呀、啊，到阴间。你我头一次我就不想搞，那只是我们是相声歌曲。头一次不想做，不想到阴间去当差。对，当时你年龄多大？头一次。就是我们屋里头刚才湖南那块有个病的。哪一年？大概哪一年？严重的很，我就。哪一年？大概是。那前面那我就记不到了。正年是少年时的20几岁吗？可能有21岁。21岁那年啊。好，你说，什么人来请你去的？是阴间的差吗？另一个差过来请你去？到那块做帮他治病的。他去那里治病了。你是个医生吗？是啊，就是医生啊。啊，是个赤脚医生是吧？是啊。赤脚医生啊。嗯。好，到哪里去治病啊？去湖南。湖南这个平阳吗？那边就是。平阳。马龙那个，马龙龙城那里啊，马龙乡是吧？嗯，马龙乡。马龙乡哪个寨子？是那个湖南的，是那个湖我知道，长安县的。我知道马龙乡是通道的，是哪个寨子？长安堡。啊，长安堡。长安堡是吧？嗯，这个长安是吧？是啊。啊，到长安堡我知道，到长安堡去，给一个人治病。我给我妹。给谁？给他的妹妹看病。啊，妹妹看病啊，好好说。然后呢？然后就我这记他好就，
各个行各个行，就我就耐不活，就也要搞的。说什么？我说那还不得拜拜拜嘛的嘞？哦，我操，拜拜拜。拜嘛阴的嘞？拜拜路边啊？路边啊。哦。挤的很。给他挤的了，好多人叫他去看病的时候，那里就。哦，给他妹妹看病。看好了，就又有好多人叫他去看病。看好了。治好了是吧？效果好是吧？嗯嗯，好了。那天有人来请、哎、是吧？来请、哎、对。啊，好多人来请啊。嗯。行，好，然后呢？然后就是他们过来哈，就他们我到木脚了。嗯。到木脚，湖南木脚通道。通道木脚。嗯。木脚。木脚。木脚乡。木什么乡？又到木脚乡。木脚。哎，对对。啊，到木脚乡看病。嗯。然后呢？然后就。他们有个这个道具取鞋，有个什么？喊阿妈。到处把那个嘎的地方。对，来到有看有了叫他去治的那个，就说耳朵也出血，鼻子出血，好像说嘴巴也出血。就用迷信了，现在就开始就用耳鼻口出血啊。哎，对，就叫他去做迷信，去做那个什么，哪块的我用，就是化疗那些方法、哦、是吧？念咒语是吧？念咒语喷水，哎，是吧？阴师傅阳师傅，出血，是不是？念阴师傅阳师傅，哦，到处出血，到处出血啊。哦，好，然后呢，你去了，哦，就做这个巫医方法啊，又用迷信了那个啊，嗯，用迷信来当呢。那个迷信的方法是不是就是念阴师傅阳师傅？那手迷信我是原本就晓得的。啊，用迷信方法、啊、我就不用了。你没用？我没用迷信。啊，好。用了，到那个才用了，没得法才用了。没有办法的时候才用我那种。啊，没办法才用那个，就是念口诀是吧？哦。是不是念口诀？还用口诀、啊？没办法才用念口诀啊、哦。这个念口诀，因为我爷爷的爷爷也是干这个的。我爷爷的爷爷也是念口诀，在山东，我知道一些，啊，就是念口诀，然后呢？然后就到那里好了。好了啊，嗯，好了，然后呢？那时候的那块病呢，那个病是蛮严重嘛，光是得60块钱。嗯、你收了60块？哦，60块，俺叫过了，过来又可以了。要不放几块的工资，然后还几年？可能又30多年了。三过去30多年了，已经30多年了啊。嗯，那时候才20多岁了，现在60多岁了。嗯，好，然后呢？然后就是他们晓得我要用迷信，就送去用迷信了。然后怎么他们？他说现在他有的人知道他用迷信，就他要他用迷信了。专门让你去用迷信治疗哈、啊？就是有个阴兵，个打阴兵了，打阴。去打阴兵了，去做阴兵了。怎么去做阴兵呢？有些，后面我要他们哪个要死的，就托梦来的那个，我们跟哪呢？就在这行，你去问那托梦的啊？谁来托梦吗？谁托梦让你去拿？我这个就是他的师傅嘛，他也有师傅，什么呀？对吧？对吧？这个谁托梦让你去拿？有师傅，就是治好，就是专门有人请你来用迷信的方法来治病，然后这个时候之后就有人来托梦了，治好了一些就开始托梦了，是吧？哦，托梦，这个托梦是谁托的梦啊？有师傅吗？那个都不能说的，就是你的阴师傅是吧？是啊，现在我一手来搞了啊，这我也。没搞有这样的，谁？啊？谁托的梦？就是他有他的阴师傅嘛，那个是不能讲通的，讲通了就不用他了，就这样子。这个阴师傅就是那个人已经去世了，早就去世了，但是呢，他把他当时阴间的那些，他传给你的这个治病的方法是吧？那全给我的，那个我也是梦的，梦中传的，梦里传的。啊，在梦中传的啊。这个阴师傅原来是个活人吗？得那这个得这个病，嗯，我点都不都不懂了，嗯，他就长了，就这个病叫这个病，那有的放了这个有这个有，到这个拿了。哎，但是那个师傅托梦给他，这个病你就用这种药，就托梦给他这里有，
还说去，就是，那个就好了。然后呢，他告诉你，告诉你用用什么药啊？用什么药？那是附近拿去药也好了。用什么药治什么病？啊，那这个就叫咽喘嘛。哎，对，咽喘就叫咽喘。好。那这个燕师傅的话，他这个是个神，还是说以前是个活人，去世以后变成的燕师傅？那也不知道。我们有的在不知道庵里头。啊？他以前是在那个这个庙里面的那个的。原来这个燕师傅是在庙里的。就说是说的那他上辈子不是在庙里嘞，这辈子的投胎也是那个上辈子是女孩子嘞。啊，上辈子你在庙里啊？啊。哦，怎么知道上辈子在庙里啊？谁知道的哈？好。阿婆奶奶，我叫阿婆啊，先进了啊，阿婆点头板的么？哦，点头板的么？好好好。玩，本金头板那家，本金头板那家玩冷汤点头板的么呢？现在到晚不行，点灯到晚不亮点的。好，我们继续啊。那就是现在就是这个师傅呢，就给你托梦，让你去捉某一个人。那我。师傅托梦让他去捉谁？那您说说，具体是第一次是捉着谁呀？第一次？那都不能说。一啊。第一次捉着谁呀？大概哪个地方的一个人，什么情况？具体名字可以不说。我们可以啊。我们可以不。那个主任能不能不说姓名啊？咱不说姓名，大体说怎么个事儿？那也不能说，那个师傅不高兴了就打他，就是这样子。不能讲。但是呢，我听那个说这么个，哎，不要，我听那个谁呀啊，平阳一个人说的啊。平阳一个人呢说，你们就是，有一个平阳有个人，然后年龄不是很大，他刚生了孙子，他孙子呢刚生了不久，然后摆宴嘛，很多人吃饭啊，然后呢你们四个人去捉他，但是呢你们怕那个孕妇，刚生孩子的孕妇，非常害怕刚生孩子的孕妇，然后你们五个人或者四个人就。安排一个鬼魂呀，去把孩子搞哭了，孩子一哭，妈妈就离开了，去哄孩子去了，然后呢，你们一下子就把他的魂抓走了，他立刻就死了，就死在桌子上。哦，不久啊。平阳的。那可能我能不能更要的？那都有些的。还是有好多的，你不一定就是他几个，那不止这样的。啊。我们有一起啊，就是几个人就管一个地方的这样子，不是说哦，你说你不是说哦，像我们这么湖南的西药的，就他们几个人这样子啊，就是这样的。那个中间就是中一个一个是就是中一到那边等那光是湖南到全部有。这样子吗？这样。哎，坐一下，我们继续啊，不着急。那就说一共四个人的话，都是活人是吧？是肯定是活人、啊，都是你们西妖的，也不一定哦。我们有西妖一个，木脚有一个，木什么？木脚一个，木什么？木脚啊，木脚有一个，木脚香。木脚香哪个寨呀、啊？木脚寨。这个安老生就在回安放。啊？魔鬼，那文州。什么寨？不知道什么寨。就是啊，更头一个。木脚硬吗？哎呦。啊，木脚香一个是吧？还有哪一个？还有哪一个？还有是，还有哪一个？是破阳，什么阳？破阳有一个。破阳哪个破？不知道哪个破，我也不知道。破阳在哪里啊？破阳也是湖南的。破阳也是湖南的。湖南什么乡的？就是破阳乡。破阳乡的。破阳。破。博阳的那破暖。博阳是铜川县。晋东县博阳乡。博阳乡很难。鄱阳乡是吧？听到乡鄱阳乡一个啊，木脚乡一个，然后西瑶一个呢，还有一个呢。
还有个是在三江那个一个。三江还有一个啊？三江哪个地方？三江好大啊。三江是临西。临西啊，临西我去过月亮寨。啥关系？临西哪个寨子？三江。就是临西。就在临西乡哈，临西村。临西乡。啊，临西乡啊，一个。那这些姓名你都知道啊？你们在阴间怎么知道他是他？就互相，你做了梦，你这个去抓人的话是做了梦，梦这个晚上去，都是梦，白天还是晚上？白天的去，白天随时去，那种。白天随时去，把这个拿锄头呢，拿斧头都去。都去，只要你在做事都去，要是谁子叫的是师傅叫的就去。随叫随去，那你有两个灵魂还是一个灵魂呀？要去最多去两分钟，两分钟就。哦，你最多两分钟，你这样来，这样能安哪条？他是飞着去，飞着来，这样子。那这个就是这两分钟的话。人有时候他说吃饭的就那个碗掉了，就已经去了。哦。就是吃饭的时候，吃饭那个碗掉了，就去。吃饭就叫了，吃饭就叫了吗？他醒过来之后，我已经去那里回来了。哦，几分钟一般都是？两分钟。进步没？他说去两分钟。那他这个吃饭就叫了快的，突然吃，突然就叫快的了。是啊。突然就睡了。对，突然就去了。突然就睡了是吧？是啊。啊，突然就睡了。是啊，他马上醒过来就说：“我到那里回来了。”就这样子。哦。哎，这每回是人发的。人帮忙完了，人听话的，现在一转呢，人听哦，那个那两位喽，那两位人呢，都是到人家，而且包括阿嫂，这些叫阿嫂什么，没叫你啥人心情做完的，哦，人听话的，哦，说什么刚才？所以说，好像比如这样子，他们去。吃了鱼，他不能吃鱼，回来就还是就是吐了那个鱼腥味。对呀，不能吃鱼。他不能吃鱼，啊、他们去那里打了又吃饭了。但他们去抓人还吃饭。啊，关的吧？哦，这个丁先生平时是不吃鱼的是吧？不是，就是那，就他那个，不是他那个人去嘛？他不是那个灵魂去了？哎，对对，就是那个灵魂去了。啊。嗯，去了那里吃了，吃了他都不能吃鱼，去吃了鱼啊，他就吐，哎，回来吐啊，哎，对，那样子就那妈，要那给那么那滚巴，那安路油，那那乌，我说，那鹅叫那，你也得买滚巴，那滚巴就得安定那就能得了，哦，两米呀，两米的，马都养到两米啊，两米的。不要带呀，那凹洞在那人那里腰不对头，那一个那是两个，哇，老年人了，再两个再一个，但是有一次去木桥那里打的，他吃那个鱼嘛，不是卡到哪吗？那个鱼那个皮呀，卡到喉咙啦。去木桥乡抓人是吧？嗯。抓人，然后呢，在那边吃的鱼。哎，对，回来那个鱼卡到那个喉咙那里了吗？卡到喉咙了啊。嗯。真的有哦，然后回来了，刚刚还是卡到了，真的有哦，醒了还是真的有。哦，醒了那个鱼刺还在。哎，对。鱼刺出来了吗？没出。后来他这样咳，就是这样吐痰的时候跟着出来了。吐出鱼刺了啊。嗯。人家问奶奶，多叫没钱过高呢，多滚没钱过不得的人。那个滚没钱，晕滚的拿赖啊，人家赖回你就坏了，赶紧坏了。哎呀，这个神奇嘞！一抬有钱，你看他说站了也去了，就这样滚到地上去了。站着突然就滚到地上去了。哎，对，就是他谁叫谁去了，就是那种啊。谁叫谁去啊？啊。OK。哦，这个真是，讲的热闹哈。嗯。好，那这个就说这个当差的话，为什么要这么多人呢？一个人怕捉不住吗？为什么要去？这个人又带人四个人同时去啊！啊，要四个人，四个人就有些我认识啊，我认识到你，我不难的，我不难的。近不近？也近。啊，刚才说什么？我说为什么要四个人？那两个人不行吗？四个人，毛病。我两个，我认得到他，我不打的。啊，我不打他，就拿一个命的到他打他的。不是，他说他们四个人去，那个是好像阎王那边派去的，一定就要四个。
那这个是阎王拆的还是你师傅拆的？阎王拆的。印得到我们印得到他，我就不打了。就他那时候不打了，认识的不多了，是吧？对对，他就不打了。那个认识的话就不多了，所以要搞四个啊。那这个拆的话，他不允许就让他打。啊。让那个不认识的做哈。他就这样的，他们四个人去打，去不是说那个本子上面不是阎王收了吗？真的有这样的，不是这样，就说迷信的这样的嘛。他们去做师傅的就这样，他说有一本书下面，比如好像谁的名字到这里那个。他只能活这么久吗？只能到这里，还有那个名字，哎，对，就那种生死簿。他说到这里了，他的就你们今天叫你们四个，那个是那个阎王就派他们四个人去抓。那熟的就不敢抓嘛，就说你不认识的就你抓，好像这样子说，就叫他去抓，好像抓回来了，要对得上名字，是不是真的那个人？还不是有的人死了又活了吗？你们打错了，又把他搞活了。又是真的就是打死了，就是这样。抓错了就送回去。哎，对，是打还是抓啊？刚才打打不是抓。对，还有名字相同。你在官上懂，姓上懂。哦，名字相同的那种打错的，对不对？那你能来个小路要我，又把叫要多少叫专门的要给弄。有的打错了，那名字相同。那这个到底是您师傅拆迁，还是阎王拆迁，还是城隍拆迁？我不讲，师傅又说拜西西，阎王又说拜阎王，阎王要去托梦也是阎王托的吗？哦，阎王，阎王托的梦啊。他反正走这边阴间的，就是有师傅。这个不是这个事情，阎王有九殿阎王啊。那这个到底一般是不是城隍管这个事啊？你看有土地神，有城隍庙嘛，城隍管这个事，阎王就是太大了这个官儿。他反正有。画给你拿出柜柜给你看了、啊、他拿出也是有一个那个带头的，他们四个都有一个带头的，还有你们四个人有个带头的是吧？他们有一本书，拿本拿本子的那个，拿这个地方有这个地方拿这个啊，我们就可以有本书，那本书谁拿着？他们上面拿下来的，上面拿下来的。哦，上面拿下来的，那就是有个差人交给你们是吧？也有个差，没得懂就太小了，也太小了。就是阎王也有个差，阎王有个差传达给你们，你们谁当领导啊？四个人，我们就可以动手。你们四个人谁是队长？我不笑话呢，整那么多人多呢，这么多人。你们四个人谁是队长？就是我，你就是队长啊！啊，你就是官啊！好的，好的。那你们去抓的时候啊，有些人是不是有些有病，有些没有病啊？但是有些没有病，不能炖过。蛮多，我们不来说蛮多会有病的。哎，刚才。哦，那讲什么？他说不是有一次。去抓一个女的，然后呢那个女的很那个嘛，哦，她不是很身体很好的那种嘛，哦，好像很有火气的那种嘛，他们就不敢打嘞，都靠不近，都不能打，脾气很大，哎，对，然后也没有病是吧？是抓不到了，打不到那个女的。就是有一次，就是去抓那个女的，她很那个嘛，哦，很有火气那种，很猛的那种嘛，他们就抓不到，好像刚你说刚才说的，好像坐位置的那种，都不敢去靠近的那种。哦，哪个地方的那个女的是？干嘛弄啊，嬷嬷？啊，干嘛？哎呦，根本路叫一会儿记，莫紧，讲的也难嘛路。现在都遇到人家，一定让大佬他认真的又哎呀，人往又送你的过。小王呢？后面呢？当时他已经跟下来过，他已经跟下来，哎，都打人钱呢，已经晒来，拍后面的那家伙，那家伙嘞，我伢子说，我已经是办了，已经我问过在哪没？哦，他进去呢，他进到了那赖的。哦，他们嘞，就是他去抓那个女的抓不到，他自己病了。就是阎王罚他们了，是哪个地方的人？那个女的是？他说记不清楚了，现在记不清楚了，然后没抓到是吧？是，对，没抓到。
不是去捉还是把他打死的去？去啊，不是去打吗？不敢靠近吗？为什么不敢靠近啊？啊，就是太猛了嘛，那个女的太太那个，鹿堂那个，鹿堂啊，鹿堂弄简直弄成鹿堂啊，竹堂的，弄成竹堂吗？竹堂，鹿堂，鹿哪个鹿？鹿就鹿走路的鹿。啊，鹿堂的啊。嗯。那个怎么会捉不到呢？他看不见你们，你们他比火的呢，他火的很那个，好像不是说有的人啊身体很健康那种啊，他们很就有点怕嘛。很健康啊。嗯，我们这个、就是、他那里火又烧起烧上来了。嗯，就烧他们嘛，他们就不敢嘛。阳气很盛是吧？哎，对，就是这个，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形容。后来他没有病是吧？没有病，阳气很盛。哎，对，阳气很盛，你们就抓不住。对，他在那洗衣服洗。我们就后来就他们就是他回来生病生了一个多月，后来那个又托梦了，又托梦给他说你们再去打，就说是那个是惩罚你们打不到了，他自己病了呢。嗯，现在就有一次他那个女的去河边洗衣服，他们就把他推到河塘里面去了，推到河里面去就死了，淹死了。哎，对，就淹死了。没事，要管弄快点，为安弄人，弄快了些，叫人困了，再不行，弄快点，再人多点点，现在又病了，老人不行这。妈就现在弄大花，一大花那大买点妈就让那婆婆家人家弄，回完快啊快啊快啊到啊对的家，啊人啊那不人老人就人了，我啊不啊能。怎么了？他们说有一次他们去那个就是去平阳下面那里，就是他自己又去那里做事呢，去就后来他就去了，去人间去了。谁去人家了？他去人间去治人家去了。去治病，去看病，去治病去了。去平阳看病。他就摔到地上去了，人家以为他又那个去了，你看。在哪里摔到地上了？平阳。在平阳摔倒了，还是摔去撞人了？有在平阳。摔去踢人家去了，他这次有的时候。摔什么？他滚到地上去，他不是没站好吗？说去就去了，反正那个。啊，滚到地上了。滚到地上，那个人家以为他又死了，就这样。他去的时候也好像什么都那个一样的。人家认为医生死了，是不是害怕了？对，不了解情况谁知道啊？那我们都不知道的。有时候他要好好的，一下子滚到地上去了，你不担心了哦？突然滚到地上。大一定转了，还挺累的，滚乱了。我也在了，又是我也在路上，滚厉害。对，这两天我去拜了，哎呀，忘了的，要忘了，他忘了要你忙的，忙那么久了，忘了你都要忙了。你看，好像说在我们这里都一点都不知道什么回事了，他就去了，你看。突然就去了。是啊。那这个去抓人的话，就说，就是上面带着书上带着写着谁谁谁。谁的名字就抓谁。还写着什么名字？还有哪个地方是吧？还带着。肯定写了，挂家挂牛啊奴，然后又小白大点点了。哦。名字男女写没写？男女。他们名字的。啊？他们上面有名字的。有没有写男女的？男的有啊，叫永安的，叫杨安当都有，叫永安。啊，名字男女住址是吧？这个本地的。还有哪些信息在书上？书上还有哪些？你看，名字、男女、住址，还有那个年龄有没有带啊？年龄。不晓得。年龄不知道。你们不知道他的年龄。只有姓名字男女然后住址。姓名就没有。姓名也没有。没有。那有什么？是不是印着照啊？梦印的，我听我印安的，杨安的，那是阴间那边来的，不是。那个书，那上面什么也没有，书。哪有书啊？没有书啊。不是说有个人传达个命令吗？说让你们去捉谁？书是那个阎王那个的，让拿书的。阎王拿着书。哦，这是要守那过就有姓名了。什么姓名？他说要去哪个就要去抓哪一个就有那个的姓名，你就是这样。那个阎王传达姓名，不给你们书面文件，是不是？哦、没有书面的文件。我在擂台小姐。只是托梦的时候说一下。哦，啊，托梦让你去捉谁，然后呢，告诉你哪些信息？哦、你问问，告诉哪些信息？托梦。我您叫你安我，我们安不。
小你家爸呢反正呢一年了结婚。他只是说去帮我抓这个人去打他去打他。你这个姓名是吧姓名光说姓名你说哪个地方吗我们阿婆阿冠奴冠忙一点的案件。有。就说姓名姓名的地方。然后没有其他信息了。但是一个村子有两个一样的姓名，你看你怎么办？就是有打错了嘛，就是按照不是打错的，不按关怎么不没呀？就就关你弄点位，不得你那种按吗？你们有打错的时候啊？肯定有啦，就是有打错的，好像是活不来的，就是那种啊。那你们去的？那这个去打的话，就是那个人还没死。然后呢，就把他打死。怎么打死？一个锤。一个锤就打死。嗯，什么锤呀、啊？铁锤。铁锤。啊，谁发的铁锤呀、啊？也是因为的，我们有没有的？阎王发的。阎王发的锤。就是传达命令的时候，传达给你，有没有给你来一个人传达？哦。有人来传达吗？没给，人家俺聊上的了。有一个了。有一个是阴差，另一个是阴间的官员，一个什么官员来传达命令啊？没得几张灯的，也到那阵就阴间。幺二幺二。怎么了？怎么了？没有，那他说他们有时候斗嘴嘛，他们说你拿你那个锤子打死我算了，他说。那个就是你是队长的话，那这个阴间是阎王派一个官员来给你传达命令吗？哦，就是阎王下达命令，派阎王直接下达命令，还是派一个人来下达？阎王，这个情况那非要得管着你呢啊！阎王下达命令了，阎王直接下达哈。嗯，直接下。嗯，对。直接下命令，那这个锤谁送来的？谁把锤送过来呀？上达了就要我打就打就打，你们打就打就打过了。嗯，大一点了。因为拿不去打就打他。那个锤就直接送过来了。你一下子就过来了，那个锤是吧？过来我不晓得了。就是他那个那阎王来找的时候，他这边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就是这样。就有锤了。就他就去了，已经。他正掉个灯火。什么都是不知道，已经去了啊。嗯，已经去了。好像说吃饭的时候，他碗都掉地上了，也不知道了。也是去了。嗯，去了手中有就有锤了是吧？手中有锤啊。哦，铁锤。爪子这么大的。啊？爪子这么大的。就这么小啊？哦，那这个你在阴间当差的时候，你有多大？跟人正常人这么大吗？喂喂，你去执行任务的时候啊，你执行任务的时候，你看没看自己？自己有多高多大？我你爸爸要挨哪里看自己那还？有没有看自己啊？没看自己。那你看见锤了？我是锤呀，锤的，他们拿来送来的。送来的是吧？哦，谁送来的？那大的。阎王送来的。阎王送来的。有时我们真的就是武打，就有些变锯啊，有些变磨啊，变牙啊，就哦。本座的当中，我杨人家我本家都来了了。怎么了？他说那就是他的那个爸爸。这平阳的，就是他一次有一次，不是他爸爸养了一群好大的鹅嘛哦，他们阴间去打鹅，说去打那个鹅，打了一只鹅呢，很多的鹅的，养了很多鹅，然后呢，他就叫他们去打嘛哦，他们四个人就去他们就叫他打，他就打那个阎王让你也去，不光打人，还要打鹅是吧？动物也打，动物都一样，不是就是众生魔力啊。就是很多鹅，这次执行任务就让人打鹅是吧？这毛毛上海下叫你阎王派下把幺二七去打，哎，还是阎王派去打的鹅。打鹅啊？怎么打？嗯，就打鹅，他打了吗？打了就打到自己的那个他的老爸去了。啊？打外公？打到外公去了，你看。不是在执行任务打鹅，你怎么打人呢？怎么了？
大伯伯也。没听明白怎么了？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那外婆要俺娘，恁那么搞大的晓得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是他的那个亲戚他不敢打嘛，他就啪就把他变成一只鹅了，好像是那种就他就好下手嘛，就是这样的，连忙把他变成鹅嘞，把他那个家那个他的那个外公啊，就是下命令下的是打鹅是不？打人。打人是吧？就是打他的外公。然后呢？他的儿子的外公就是不敢打，然后呢？他就不敢打嘛，就是那阎王把那个鹅变成他外公，他就打死他的外公去了。阎王把这个外公变成鹅了。就打死他外公，就是他打的那个就是。打死了。就是他自己打他自己儿子的外公。打死了哈。这样那这个就是。我问一下，这个下命令，这个就是阎王，怎么了？怎么了？慢点。怎么回事？就说他爸爸哦。爸爸怎么了？不是就刚才被打的那个吗？开始说还没被打的时候，他的还很好的那个，一点病都没有的。没有病啊？一点病都没有。叫什么名字在平遥？算了，你爸爸叫什么名字？马田呐，在马田。马田叫什么名字？你要说名字啊？姓说个姓就行了，光说个姓就行了。姓什么？姓杨还是姓杨？光说姓杨就行，因为姓杨的一大群很多嘛，天。杨先生啊。好的。然后打的时候什么样的？您看见了吗？就是他打了那个，就开始还没打的时候还说坐好了，他说向那里去坐着，坐好了。然后来他妈妈去了，他转回来，他爸爸就死了。突然死了哈，本来还说了一句话，做好了。哎，对，做好了。他那个妈妈说做好了，他的妈妈就是他老婆说做，你做好了，他这样子说吗？他说我没看见啊，他这样说，好像他坐在那个边上一点嘛，就是这样嘛。坐边上啊。嗯。他妻子跟他说做好了哈。好了，行。那这个还是不太明白，这个丁先生，他这个阎王差的，阎王派一个差来告诉你吗？就是我们这个看见河边的盲猪牙。不是，我说这个传达任务是阎王派一个差过来传达吗？他们派的过来。派一个差是吧？妈的，这俺娘！他们要我来就我们透过看就。阎王派一个差让你看一看那个书吗？说谁谁谁，让你看吗？没看书。看口头传达，你们是口头传达还是文字传达？这个名字他拿书给我看他拿书给他看，拿书看啊。您识字是吧？肯定识字。拿书看就是哪个村哪个人是吧？哪个村哪个姓名啊。但是呢，你去了以后你怎么找呢？你还找人问问吗？比如说我们活人吧，说找马前村，这个马前村，这个比如说，杨素德。有时候亲戚就没得事，就是你那个到那个，到那个地方，就要打了。一去就知道是谁。有些是猪，有些是牛。有时候没有姓名的那些，有的是猪，有的是牛。有时候去打牛也啊，杀牛是吧？嗯，打牛也打人的，也打人啊。打牛也是打人。为什么打人？打牛也是打人呀、啊？就这么生肖就每行一点点嘛，各种不懂得，你都也不懂得。为什么打牛也是打人呀、啊？他是个人的灵魂。然后我们是亲戚的，那就不打了，就硬着刀就是好像说是亲戚的认得到，故意让他变一变，变了，哎，对，就是刚才那种。变一下啊。连忙就把他变了，他就打了。那这个我问一下，那这个打的话，就是打哪里呢？打图吗？就是我爸，就是我，就是我的爸的，就是变过猪的。
怎么了？就是家里的老爸他说变猪也是他打的。老爸也是你打的。嗯，这还肯定，这到冬天里有你有的，还有那里有你缺的里有。那这个他变成猪的话，他就传达命令，就是阎王就是让你去打两个猪，去打那个猪，就是这样，对，打某某地方的一个猪啊，你就去了啊，哎，对，哦，就是打你们家的猪，哦，传达命令，就为没事就打人，我这个是打人，比如说打你爸的话，他就说去打你爸家里的那头猪，就打猪，这么下的命令，哦。那个你去执行任务的时候你有多高啊，你没看自己啊，要的我们客厅房间随便拿过来，你明白自己看自己有多高啊，跟活人一样高吗？那拿到丢人的八个七万人会没感觉你都要上人了，我知道拜的人的丢人的那老阿七七这你有什么感觉？跟活人一样感觉，我们可以远的总算是最喜欢你。你当时穿什么衣服去当差还穿什么衣服？我们也可以到怀化到长沙跟打人的，就我们总算是所最喜欢的。也去怀化也去长沙。哦，去。现在还在举证最喜欢你。坐飞船。哦，王神我们做最喜欢。王神我们跟我们国家海军现举证最喜欢的，我们做最喜欢的。坐什么样的飞船？就现在我们发明的飞船呢。啊，坐飞船，远的就坐飞船去，哦，远的坐飞船是吧？嗯，是个小船，这样能飞起来是吧？哦，飞起来，就是水河边的船吗？那样的船，每次就飞船的长得像好像飞机那样哦，像飞机那样啊，哦，还见了这样的啊，啊，会转，那这个打的话，这个小锤打哪个地方？打头吗？就是打这个，头打这个地方。哦，打头啊！啊，头的头的。就打百会穴是吧？就打这个，就这个地方啊，打这个地方啊。哦，头顶。就能腰喽，带着人就能腰。哎，弄啊。就是，他看不见你们是吧？肯定看不见喽。看不见你们，你们一般就是一锤就打死了。哦，一锤就打死了。一锤就打死了。然后打有些的病重的男的，过一个月两个月都还没人去的，我们就抬了，用我们抬了。怎么了？就好像说很病重的那种的，还没死的，他们就抬啊，重不不要行不行啊？病重的卧床的就不打了。哦，不打，他们就都要我们抬。抬就反正我没病，到时候连着下来抬的，就必须加。那这个打上一锤以后他就死了，那个灵魂就离开了吗？出来了，然后一旦中年就一点病都没有得了，那就是一点病都没有的时候就打了他。哦，一点病都没有的啊，一点病都没有的。哦，那一点病都没有的话啊，打上一锤，打上一锤的话然后就死了，死他就倒了是吧？是倒了，然后那个灵魂就出来了吗？然后出来以后呢，他生不生气啊？那生气啊，不生气的啊，那我不晓得的，你们不管了，我们不懂了。那灵魂出来以后你们就抓着他走吗？我们不懂了，那个打死就是打死了，我们就我们这一天都要打几起过来。那打死以后的话你那个灵魂怎么处理啊？出来的灵魂，灵魂就他们灵魂上去的了，他们自己管，你们不管了就他们就能打的，就不管那个灵魂了。你们就打死就不管了是不是？打完就完了，打完就行了啊。烂到你那里，烂完就不要了，好。那这个生病的怎么处理啊？生病的。好，现在好了。生病的怎么处理？明白没？生病的。他说不说了。这不能讲。说的太多了，那个师傅不高兴。师傅带讲多了不高兴啊，啊，讲的挺多的了。他说不高兴的会搞他的，就是这样的。他自己身体不好的，就这样。是的，好，我们不敢再讲了。好的。不想再多讲。好好。你摸不到鬼的妈呀！我的。哎，真的，那妈呀，鬼有安公。到你那呀，安的公家回来。你刚能不能把刚才那个，不是不用再讲了，就是刚才说卧病的，你们是抬着，那抬着灵魂，还抬着肉体。不可能抬那个活的尸体吧？抬灵魂，抬灵魂，那也得把那个灵魂拉出来吧？你一起抬的呢？
啊，也是抬人，抬不是一样，抬人那种驼背的那种嘞，跟一个抬灵魂吧，那边是一样的。那人那个尸体还在那，你不能抬走哦。是一样的。啊，什么一样？抬个灵魂也是一样的，好像抬人一样的。哦，抬灵魂啊！哦，那个灵魂就是他自己出来、哦、是吧？是一样的。他自己出来还是你们直接抬着走啊？哦，是一样的。抬着走就自己。抬灵魂也是好像抬人那样。啊，好像抬人一样啊！用什么抬呀、啊？用棍儿棍子吗？用椅子抬的。啊，用什么？椅子。用椅子。哦。拿的椅子吗？我们抬人。坐着那个椅子，那个坐着那个。你们自己准备好了，还是他家就有的？那还有，我们是梦里头就有个了啦，梦里头就有了啊。哦，这样哈、啊，嗯，挺好的，讲的挺好的。那你说那些意外死亡，比如说从山上掉下来了、摔死了，这些是也是一锤嘛？他们是锤了就摔下去嘛？是被锤了一锤，还是说真的意外呀、啊？也是被锤死的哈、啊。刀一块刀嘞，那种那种抬的不对的。被车撞死那些人怎么回事？被车撞死的。被车撞死，你问问是怎么回事？车祸死的。我们就是那。还不是一样，一锤就这样死了。车祸死的，那就等于没生病死的那种，就是这样。车祸。啊。车祸死的怎么回事？不是被车撞坏了吗？跟你们也有关系吗？我们不好蹬街的呀，要蹬腰啊，你像腰啊，你能蹬一直那个啊。咱们碰街的，我们那阵我们就。大概有一种原因了，嗯，那么我有一个人有一条钢棍呐，哦，去搞他的车，哦、嗯，要切把这个过来，有过瘾他就开，切过去开，我们就拿那钢棍帮他切人，疼一下，他就过那个牙，就撞到那个人去了。那岁呀，我多嘛呀，那岁我多嘛我。哎，没弄啊，动刀。那后来，怪不得司机。哦。那就说死亡没有意外就是了。那么我们拿那个一根金大的，嗯嗯。哎呦，那个赖。哦。把他前头。嗯。沉一下。嗯。他就陷个牙龈。哦，这样。那这个金先生，你认为就是所有的死亡都不是意外啊？就是他们要我们搞的。没有一个意外啊，死亡都不是意外啊，全部都是你们去搞的，所以我们给搞的。嗯，我们在这边屋里睡，嗯，就那个给搞的。一天抓十多个。一天，我那个也搞好多了。一天搞好多啊！现在记不到，记不到。一天好多啊！记不到，一天好多。那我问就只问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啊，你说这个，但是你看为什么有些人可以记住前世，有些记不住？这个你怎么解释啊？就是有的人平常有一百多个人，平常一百多个人能记住前世，为什么大部分都记不住？为什么？记不住？那怎么有些人能记住？我们记啊，嗯，我记有些一样的。我不这你还不。他们呢？带一万元了哟！他们为什么？喊的嘛，这你们慢点，过来干嘛？要你那几一路鸟，哎呦，这个我在那个你不清楚啊？不清楚，为什么有人能记住前世，有些记不住？这个不知道啊？你自己也记不住是吧？他是管那个打人的，他记那个。光打人的哈。那是一种又一种管的那种。哦，哎，那个什么，我听那个平阳有个人说，现在去打人，不用铁锤了，用剑警棍吗？用剑警棍戳，一戳就戳死了。是吗？我不乖乖用胃用嘛，用对呗。嗯。他不是用什么措施啊？不晓得。金棍儿啊，不是。金棍啊。你们有锤啊？哦。可怕。这喊的，比如那那，那那么你带点小钱，没你了有了，在那那安的。现在有些那个拜了有。现在嘛，不管拜啊了。有些正年也到年了拜呢。他们是一起的，这个是一起的，就是忙的时候才叫他们四个去，没忙的时候才让你们这一组去啊。你们这一组去的不多了，去不多了，不多了啊。那最近一次哪一次就去一次？有时候呢，年轻人是
一天就去一二三十回。年轻的吗？年轻的有时候去二三十回呀、啊，一天呐。那就不要做事是吧？那你看有时候出车祸，一次死二三十个人，有男有女有的有老有少，那些人都在名单上吗？有啊。肯定都有了。彼此有时候车祸一次就是撞死一个汽车里面，拉了二三十个人全撞死了，全撞死了，这二三十个人。是啊，那种就是肯定的，那个该死的就是很有名单的。那个地方，哎，有一个，又是那个地方有一个，那个地方一个，总是我们在那搞的。你们把他住到一起坐车？哦，我们总是南宁贵州怀放，总是我们搞的。怎么了？什么火爆？就是他说他们好像管的这些地方都是湖南怀化啊、惠州啊、贵州啊，这些就是他们管的。怀化管，然后贵州也管、啊嗯、还有哪里吗？长沙。长沙啊。嗯。南宁的总是我们。南宁也管啊。啊，管的范围挺大的。嗯。干忙不？忙不管呗。嗯。两分钟就全办完事了啊。去回来两分钟就办完了，就回来就没得力气，啊，人没得力气。回来很累吗？没得力气，累。哦，累累啊！没力气啊！嗯。也是那天更多的那点动都不动的。回来以后动都动不了。不好动。不能动了啊！嗯。那你说这个寿命的话，能不能自己通过行善事啦，什么能修改呀、啊？能不能修改？比如说上面写这个六十岁，如果一生的话，做点善事啦，坏事不做了，好好修炼，阎王能不能改一改？给你改成六十五岁，这个可能有命。那病人那大家里有些人，那大半辈耗时嘛，你眼睛嘛，你那二年的那个眼睛那难的。有啊。为那个吗？可以改。有啊。哦。哦，做什么事能改呀、啊？最多的随着我们嫁巢啊，嫁巢，嗯嗯，哦，嫁巢，哦，嫁，哎，那也没有了。那我能不能出点啊？有时哪天哪个人就是，哎，还卖多啊？过路啊，过雪的，我们的那矮石的，拿石去也是一样，好像过河一样，没有桥啊，拿石头去架桥的那种啊，过河啊，拿石头啊。嗯，那我出点钱在广西跟那个湖南交界，今天嘛我们就过一个桥哈、啊，今天我跟阿姨过一个桥，那个地方没有桥啊，没有桥以后呢过不来啊。过不来，我穿的鞋短了，然后阿姨穿了个长筒的靴扔过来，我才过去了。我捐点钱，你能不能帮着在那个地方架个小桥啊？小的就行了。那管住小的可以的，就够的。啊，对对对，我出点钱，那行不行啊？能不能？行不行？我们是用你来督导。对的，姐，过得就可以了。啊，就能过去就不用，咱不用搞好，这步行的就行了，步行的桥啊。啊、那个地方不好搭桥。得出多少钱能架一个桥那个地方？就是架桥的。不是，能出多少钱？卖的，那给我买，给要又到我那个爹，给我那个咱俩的爹。你知道那个地方吗？啊、叔叔，我来按。你知不知道那个地方？知道，我知道。他知道，我知道。就是在广西跟湖南交界的时候，好难走啊。快到我们这边的时候嘛。对，好难走那个地方。嗯。也属于大吧，就。给我家大伯九条腿都带那么大的，给他架。那个地方不好架桥啊，不是，就是搞这个是水泥柱或者是大石头找人抬过去。那是那岩石，不下去就。那个大水就不能过，那个不，那个小的可以过，小水的他们也有那个石头。小水的那个石头，那是水稍微一大就过不去了。嗯嗯。能不能找人就是搬一些，搬一些石头，然后呢搞成一个小石桥？他下面不知道，你要等下，要是那个明天去下面跟那个下面那些人说就可以。他们下面呢，经常都是要过那里，那个咱们知道哪个地方。啊，我出点钱能不能就是捐，我就捐助一点钱，修一个小桥，行不行？可以。可以了，你能不能去办这个事啊？我出钱，你去办。我。你看看需要多少经费？没电了，买哪那去？哪那去？你看，你看下面，你看，你看，给大哥一点。哦，给大哥一点，给点那点，给个王给他打不久的，老板熬那不熬的在那。哎，叔叔。有点结冰呀，不了不嘛。你看，两边搞一个水泥墩子，两边搞个水泥墩子吧，中间搞上两根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知道水泥嘛，那个嘛。不是，
就是有人搞那个两根那个电线杆啊，哎，对，电线杆嘛，加上两根电线杆就可以了。两边两搞那个大石头或者水泥墩子，那个太平了啊，太平了不好搞。什么太平了？那两边吗？它不是有那个高起来吗？两边都是那个平吗？那平的水沟吗？那不能搞的。比如要是那个这样子两边高下来的，你还说这也可以搞上面，那这个是平下面的，你不能怎么搞？平时竖竖起来两个，啊，影响他们的田呢。竖好两个水泥墩子就行了，那个要他们搞了，那个就是你跟他不能说你下面那些人就你要是明天到下面去就跟他下面的人说你，但是我信任你嘛，我把钱交给你信任，那他们去搞他们能不能搞就不行，你找我联系，你帮我联系联系可以，你跟我爸说也可以啊，跟你爸说也行，跟我爸说可以，我捐点钱捐你爸拿这个钱去督导啊，去叫我爸呢，要是他说有这样的事就叫他们搞一下，要是他们不愿意就算了，要是愿意的话可以搞，没人愿意搞那也没办法，对，我自己办不了这个事情，就是需不求，快点过来搞，不呀，卖不经意的，对的，哎，给你本给你打月的酒的，哎，给他冰冰咯，给他咯，呀嘛呀，嘛叫东西把你往那样冰呀，你那打开就不咯。放啊，养那，哎，放养那，那熬的咯，那嘛到几度呢？放那叫冰呀咯。哎，那光。那还有什么事情呢？就是可以改变这个寿命啊？还有什么事情？没有了。没有了，就是假条可以啊。我不，哎，本来就有了呀，两个，我改善出命的，啊，救命的，他找，他找，有那位忙的呢，修路啊，下桥修路啊，嗯，那你们的话就是近距离都是飞是吧？就是下桥修路啊，我说近距离你们都是飞行是吧？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我们像外星奔呗，然后，我们可以飞过来。到马能什么都是飞的啊，太远了就坐飞船，近的话就飞。那时候我们搞的只是二十多岁，二十一岁。那时候我们国家还没有飞船吧？现在我们可以有飞船，现在我们国家有飞船了。哦，当时没有飞船是吧？那时候没得飞船的。哦，他说那个阿姨说那个要是飞去的话，他说近的话，他就那人还在阳间，还在这样子搞嘞。哦，在飞船上是的。不是，他说要是飞去的话，不坐飞船的话，他还这样子摇的，摇一下子的。摇一下就走了。他就是好像说飞去的话，还那个人还在这样子摇才去的。到我还在顶。哎，到那里才停的，你看他说。啊，这边的人还在摇。摇两分钟，他飞去的。哦，灵魂已经走了。灵魂走了，就是灵魂飞去的话，他就这样摇两分钟的。摇两分钟。到那里才停的。摇两分，这边摇两分钟。嗯，到那边才停呢。到了以后，这边两分钟吗？到了就停了啊。嗯。那办事还要花点时间吧，回来有时候五六分钟是吧？最多得有两分钟。那最多一起得要两分钟。全部加在一起来回。去的打了才两分钟。来回加办事两分钟啊。嗯。嗯。那不安人呢？就是你们只管打死，打死之后阎王还要派人去捉啊，是吧？去清理啊。去清理啊。去清理。阎王再去抓人就不关你们事了。不关了。你们看见过阎王派人去抓人吗？阎也不过。没有看见啊，没有看见，不知道呀啊。嗯。那现在被我安慰了，我安慰了，那这不说全都是命中注定吗？全是命中注定啊。肯定是命中注定喽。该是是。生病不生病，死该死没关系是吧？到期就死。是哦。到期就死了。哦。应该是这样的，叫我们说也是应该是这样的。到期就死了，管你吸不吸烟，反正你不吸烟。管你老不老啊，就是这样。老不老，到期就死了。没到期就不死。那有些会不会就说你们没去抓已经死了的有没有啊？哎，叔叔，再问一个问题，有没有说你们去抓之前他就死了的有没有啊？比如说他病得厉害，你还没到，他已经死了。这样的事情没有。我没喊过，晚带一杯没，没喊过叫晚带，晚带一杯，我没喊你两聊。比如说人家病。你喊过小米拜的晚带一杯的呢？人家病得很厉害，你还没到，人家就死了，这样的事情没有这样的。没有啊。你肯定要到他们去了才死的。不能提前死啊！死都不可以提前死。我们到的都是他们到那里打了才死的，应该都有那个。那病得厉害，不能提前自己死吗？死不了。
总是就是点都没没生病就打，有些的，然后也那个生病的他们已经在管了。那我们就生病的管什么？哦，就抬。好像他们说抬吗？他们已经在管了嘛，就是意思就是这样嘛。就是生病的那种拖的那种，他们已经在。那这么说来说去是不是所有的人吧？所有的人死都是被打死的，或者到期了，三期再活个几十年都没问题嘛？是不是？应该是这样的哦。很可怕哦，没什么可怕的，哪里命中注定嘛，是命中注定的，这个是我们国家有那么修仙也做那安慰乖乖的种啊，但是喂行当带呗，我行当喂行当带去喂着行当当养养没事滚着带去喂那比波那么安了那那就安安先我们了那那那你们就是光去抓人，没有抓过动物吗？动物有没有抓过？什么？动物。动物啊。啊。不聊聊动物吧，没有。只抓人啊。没有，让你们去抓动物，实际上打死以后一看是个人。打动物就是在打自己的。哦，那打死以后打自己认识的人，一看是个猪，打死以后他还是个猪吗？就不是猪了是吧？猪都没死就死人。你就看见那个人死了，打死以后就看见是个人了，就看见灵魂出来了。哦，打死就想走了。打死就看见灵魂出来了。嗯，就知道是个人了，就知道打人了。哦现在哈，那那那那那条毛巾，那战争的那话，那谁就也卖了。肯定。